我希望有人一票啦，梗係唔希望政改而被踏步啦。咁你自己有自主權啊，我認為好難得機會咯，我必定啦，愛國愛港，邊個做特首都係需要噶啦。我哋係香港人，中國香港，咁一定要愛國愛港噶啦。點解唔愛國愛港咧？咁如果呢一個身為一個特首唔愛國愛港，你點樣去做？點樣去温我哋嘅香港嘅政府咧？ 其實國際標準呢個範圍內啫，有時未必適合香港嘅，睇下你個國家每一個政制唔同噶嘛，咁睇下咩範圍啦，有時唔係跟到足嘅。